环保风气兴起，开始有民众转而尝试使用重复性的生理期用品。网络上也有不少讨论不卫生棉、月亮杯的文章。在兼具环保与省钱的优势下，使用重复性的生理期用品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？不卫生棉业者吴小姐表示，使用不卫生棉每2到3小时要做更换，在清洁上也不能马虎，可先使用小苏打粉浸泡清洁，再放入洗衣网进洗衣机做完整清洗脱水后再晒干。不卫生棉售价约200到300元，平均使用寿命为2到3年，但当出现这种状况时就不能再使用了。布本身哦，它的吸收力哦，它如果有下降的速度，再加上或者是防水透气层它有出现破洞的时候，相较于布卫生棉，月亮杯在台则被列为二级医疗器材，最快在今年核准，可于网络上贩售，售价约1000到2000元，使用寿命约5到10年。中山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郭安妮表示，月亮杯的材质主要为细胶，可盛装约30cc 的经血量，而一般女性每次生理期的总出血量也不会超过30cc。使用上，医师提醒，这月亮杯有些放在里面的，而且它经血量是正常状况之下，好像也不会淹出来的状况，有时候有可能会忘记把它取出，那就是要记得取出。因此每天要记得取出月亮杯，用煮沸过的水、矿泉水清洗即可重复使用，并在每次经期使用前后用沸水杀菌消毒，就不用担心感染问题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